冰堡被封闭的铁门内，真的有幸存者吗？走吧，我们进去看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在山谷地图的右上角，有个非常壮观的建筑，被光子取名为冰堡。而在冰堡的四个方向，都有个被封闭的铁门，玩家根本进不去，即使用连心炸弹也无法炸开。如此与世隔绝，那里面究竟有什么呢？难道真的有幸存者吗？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速吧。321，你双击了没有？关注了没有？进去之后，大家可以看见，里面有个非常大的空间，但是四周都是空的。哎，这个墙上怎么有个洞？从这里可以看到对面，对面竟然也有个这样的神秘洞口。进去之后，刚好到了对面的铁门内部，让人非常不解，难道这是在传达什么信息吗？四个封闭的铁门对应四个方向，并且还用神秘洞口相互呼应。小伙伴们，你知道其中的秘密吗？欢迎关注、收藏、分享哦，我们下期见。